小辰光，阿拉爷娘有辰光会得带我到邮局、到银行去，你记得伐？搿辰光呢，到银行去存钞票，搿么要填表格个咯，搿么填表格会得拨侬纸笔，搿只笔呢还是拿绳子绑牢个。我搿辰光心里向实际上老勿平衡个，我拿钞票都交拨侬了，都相信侬了，侬连个纸笔也勿相信我。我们开始维尼小熊之旅了。自宝宝人小，只能做这些小项目，就喜欢看他没见过世面的表情。哇，可可！他不仅是个木琴高手，我想看他激动一下，结果呢，他面无表情。看到外婆倒是激动了一下。这是维尼万岁！这是我们第一次晚上来明日世界，感觉好美啊。好漂亮，哇哦！ Coco like the bubbles。四宝宝看到泡泡兴奋得不得了，一直就追着这泡泡跑。走到了吧？哦，姐姐来帮侬折了。二宝宝一整天心心念念的项目就是这个极速光圈，现在他和奶爸上了。而我们呢，就在这里吃外婆买的爆米花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可可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二宝宝做了一次还不够，还要做第二次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边等他，一边玩这个。可可请。哎，哪个来？而有些人呢，永远就是对吃有兴趣。我们的迪士尼之行即将结束，最后呢，孩子们想去看看史蒂奇。你坐好吗？一个大家庭的旅行，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笑声，但是即便是有矛盾、有挣扎，最后留下的回忆都会告诉我们，这一切都值得。现在我们要看烟花啦，坐等烟花。现在来回答一下上期的问题吧，为什么大人也喜欢来迪士尼呢？也许是因为做大人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每个人都会长大，而有些大人选择在心中留有一个角落，继续幻想着自己的魔幻人生。 Expect magic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